我们在 Google 翻译哈，你跟 Google 申请个账号，你有一大堆服务。我再啰嗦一下哈。Google 这应该好好学的，这边申请个账号，从这里翻译，啊，这边打中文，请他帮你翻成英文。好，来，我们刚复制起来，回到这里来。那在 Pixabay 这地方呢 ，Explorer 这里可以切换成什么语系 language？ 我刚点这里，如果你的是英文的话，点这里可以改成简体中文，没有繁体中文。啊，也许这样看起来比较舒服一点。但是搜寻的时候还是要跟你讲一下，一定要打英文，不可以打中文。点起来，这极光的，这跟极光相关的照片。对啊，这都很棒啊。这个哦啊，下载的时候呢，譬如说这个，哎，我觉得这张不错，拿来，总要找点有点意义的。其实找图很花时间哦。哦，这个好漂亮，对啊，点起来。啊，这月亮也很漂亮。下载的时候点这里就可以进行下载了。我现在因为教学下载小一点，我这可以到7000呢，这专业相机拍的哦，这个很棒哦。哦，我们再回商业来，这极光大概没有什么手绘图，这个也很棒啊。啊，我想找人啊，这小孩子，这孩子的照片啊，跟他相关的，对啊。啊，像这个其实现在也没有什么黑白相机啦，可能是现在拍的，就在 Photoshop 或是把它变成黑白照，这些的这种很多都是特效合成哦，很多可能是在 Photoshop 做的啊。这个是人家看到是成品，那我们再打一个地球 EARTH， 这个是可以 Photoshop 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啊，手放下，哎，图片怎么在上面这里，这都可以做的。哦，那他在做一些示意图啊。啊，九大行星这里，来，我们希望看一些向量的呢，还记得哈、哦？从这里开成矢量图。哦，这些是你在设计 logo 啦，讲环保标章啦，你就从这里下载就好，不是说什么都要自己做，你不会的亏了啦。你哪有那么厉害，什么都自己来？有时候你需要 idea， 那这做自然环保不是很棒吗？绿化、美化的，人家在做这个、啊，对，那这些都可以下载起来用，这些都很棒。我再讲一遍，这可以拿来做商业用途，所以它很好。这边跟它相关有多少个图？有585个。好，那第一页完嘛，当然第一页看完没有，就到下一页来啊，就到第二页，这你懂。那这里是影像处理啊 ，Photoshop 可以来做这些会发光啊这些。哦，这个我觉得很棒啊，我曾经在我作品用过这个。哦，要的话点它下载就好了。再讲眼睛这个，那需要个地球是从这下的，这些都是啊。哦。来，假设我需要这个，我点一下好了，再点下载就搞定了。700多的好了，再往下拉，这边还有相关的了。来，那我们刚跟你整理一下，我们通过这里可以把什么 language 可以改成中文 ，OK 吗？来，各位再试一下。